千字文，堵出尘眉，慎终一令，容业所积，戒慎无尽。堵就是忠实诚信，令就是好善，这里是赞美的意思。基就是基础根基，戒就是作为沉淀的东西，凭借。任何事情重视开始固然很好，能够一直保持像开始时一样专心认真的态度去做，坚持到底则更为难能可贵。这是一生荣誉和事业的基础，凭借此根基发展就没有止境。穷和尚和富和尚。启蒙故事：穷和尚和富和尚。有一天，穷和尚对富和尚说：“我想到佛教圣地南海去朝拜，你说行不行？”富和尚问：“南海距离我们这里有好几千里，你靠什么去呢？”穷和尚说：“我只要有一个喝水的瓶子，一个吃饭的瓦盆就行。”富和尚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几年以前，我就下决心要租条船到南海去朝圣，但是凭我的条件，到现在还没能办到。你拿一个破瓶子，一个泥瓦盆，就要到南海去，真是白日做梦。”一年以后，富和尚还在为租赁船只筹钱，穷和尚却已经从南海朝圣回来了。这个故事啊，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：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一旦立下志向，就要付诸行动。只要有恒心，有毅力，坚持不懈，努力前行，我们离成功就会越来越近。